发现新大陆，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回答对，他就给你两枚。要怎么赚4000块？比较想要知道这个。Okay. 什么都看不懂，对，你就一定会拿到两枚金。欢迎来到第二集。对，我们第二集的影片，然后我是区块市的作者许明恩。我是静怡。这一集我们想要教大家就是怎么赚虚拟货币，赚价值台币4000块的。对，人先说这4000块不是我发的，然后也不是诈骗集团发的，而是一间在美国非常知名的交易所，叫 Coinbase 这个交易所，他们在开的一个线上课程平台。而且你先讲要怎么赚4000块，我比较想要知道这个。Okay. 好，你要怎么赚4000块，基本上就是你去上课就行了。你看影片上课。对，看影片上课，而且他影片都超短，就是一集2分钟，然后2分钟之后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你就赚2美金。通常一次就是2美金，一堂课就是回答对，他就给你2美金。对对对，那如果回答错，回答错他就是没有惩罚，就是你再重新回答一次，回答到对，所以一定会，对，你就一定会拿到两美金。你就什么都看不懂，他界面是英文，但是就是你什么都看不懂，你也可以就是随便猜这样，那你就可以拿到2美金。那这些钱，它其实最后是直接会入到你的交易所的账户里面去，然后你可以去把。领出来，然后说我要先申请交易所的账户、啊。对对对，要先有交易所的账户，所以这其实是前面门槛最高的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交易所它要提供这样的线上课程的其中一个原因、啊、交易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指标其实是交易量，交易量越高的交易所，你越容易把币卖掉，或者就是买到便宜的币。所以交易所它其实本身很有动力，希望就是吸引一些新的用户进来。但是我们就说到说，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就交易所它在中间嘛，它是负责发钱，但是钱其实不是交易所给的。在这个学习平台上面总共有6种不同的虚拟货币的课程，每一种虚拟货币其实背后都有一个自己发行的这个虚拟货币的基金会。它就很像6堂课，对，国文、数学、英文，然后国文老师出钱，然后希望大家了解国文。对对对对，没错，可以这么理解。可是这个就回到就是。我学会国文对国文老师到底有什么好处？不然他干嘛出钱叫我学？在虚拟货币领域的话，其实全球市面上有数千种或数万种虚拟货币。那每一种虚拟货币，他们想要脱颖而出，就是让别人看得到，我们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很不容易。那所以他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就是。而且虚拟就很像是一个宇宙科学老师，没有要学他的课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啦，你来学我就给你钱。你来，对对对，没错，就是那大家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就是有钱的先去。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推荐这个呢？是因为 Coinbase 它本身是一个在全球非常知名的交易所，那要上架他们的交易所的虚拟货币，都要经过他们严格的审查，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水准，而且有蛮大的交易量的。对，那所以相较于这种，所以你在上面就不会看到一些阿猫阿狗的币，然后也不会看到一些阿猫阿狗的课。课程内容通常前面会简单的说，那他们这些币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常有疑问啊，就是说，现在全球竟然有几千种不同的币哦，那干嘛要用你的？对，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币？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那所以他的课程主要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说啊，我们的币到底用在什么样的情境上？其实是要说服看影片的人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们有在解决某一个问题，然后无论是技术上面的突破，或者是在商业上面的突破都好。那也有一些是在隐私上面的突破。你上完这个课之后，他马上给你这种你刚学的这些虚拟货币，你就会觉得哇很有参与感。然后你搞不好就开始去使用它，你就开始变成使用者。对，但是实际上我拿到之后，我就直接拿去卖掉。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那但是我未必要持有他的币这样子，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线上课程，发现新大陆，对对对，发现一个。跟我们的课程超级像，就是从做中学对的线上学习平台。那相较之下，比如说币安的交易所，他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线上学习平台，叫做币安学院。你点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影片，有很多的图文在解释什么是区块链，什么是 51% 攻击等等不同的专业名词。你会觉得你好像在看维基百科，光从这两个交易所，你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学习方法，但是有一些其实是比较像很有趣的，我觉得啦。对对对，有一些很有趣的。那最后其实是我们个人的好处，个人的好处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可以拿到钱，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方式。就是我们会想要分享这个这么好的讯息，其实这种讯息应该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不然马上币就它其实
有限额的，对对对，它是有限额的，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应该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但是因为它刚好跟我们的理念是一样，就是重做东西，对 對, 对，所以我们就只好割舍。對, 对对，我们就还没有通知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想说先录给大家好了。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解的话，或许我们就是可以留言，然后告诉我们说，哎、欸，你需要这个、就是、要怎么操作？对对对，怎么操作，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到底每一题的考试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太作弊了！你要留言说，我真的非常需要解答，因为自己答会。我想要选最好笑的。OK， 好。然后前几题就是有让我们笑的，就有参与。好，这部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好，喜欢的话也可以跟我分享。那如果你想要拿到我们的八折券吗？对，八折券，我们又会再发八折券。对。那我们这次不限张数，只要是你的留言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好笑的，我们都会祝福你。愉悦我们。那就这样，拜拜。